大家好，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我是芝麻。今年暑假期间，由中国林学会主办的2015年青少年沙漠生态科学实践活动在内蒙古凳口县开展得如火如荼。来自北京市六所中学的100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勇于探索和挑战，增长了知识，也提高了能力。今天的芝麻开门继续带大家跟随同学们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他们科学实践活动背后的生活故事，见证他们在经历了困难和挑战后那令人欣慰的成长和收获。今天是科考活动的第二天，6:30。早上好，请进。哎，你有洗漱？没有洗漱啊？你逗我吗？真的。我先去。马子乔今天起得特别早，他希望自己不要再出状况，并且能够帮助组长做些事情。你等我去。他是我们组的组长，平时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所以呢，我有时候我能配合他干一些他没有干完的事情。或者说有时候就是在房间卫生之类的是我来管，然后他就管队里的一些事儿吧，那也是。组长赵梦清每天都要较早，还有许多的例行公事。学妹都起来。嗯，还没有。那叫浩姐。哦。哎，你们把那个东西收一下，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一会儿咱一起下去了。挂好了，这带上。你把床收拾一下，把床上东西都拿了。我这个床整个偏移了。哎，我看出来了，那床单上面的头都没盖上。盖好了吗？盖好了。准备好了，嗯，行，那准备走了。相机、腰包、书包、钱，快点，快点，龙水，我帮你接了。嗨，好人。咱屋总是这样，一会儿就没了，你信不信？信。刚到这儿的时候觉得环境还挺好，然后后来就遇到了缺水的问题。觉得很不方便，就经常有的时候洗着洗着手或者洗着洗着澡就没水了，然后就得等好久好久，也不一定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水，有的时候就会挺着急的，所以一般就是比如说拿个盆什么之类的先接一盆，万一不没法用了，它至少还可以应急。这手机还是没电，手机只有36%。我们俩手机昨晚竟然都没充上电，再试试吧。就46%，这还哪听见了？差。现在几点了？今天是一什么活动？那天是去电实验场，然后那个什么防护林。测风速风向是做有一顿饭是今天吗？对，吃早餐走。房卡放你那儿吗？姐给我。哎，老师好啊。哎，把日记给我，先把日记给我。每天的例行工作都是把每个组长的手里的没有上传到网上的那个日记收下来，然后把每个小组每天把他的那个形成小本，把形成小本后边的那个填写计分的那个日常表现情况那个本收了，然后再督促一下大家把那个不要把房间弄得太乱，然后让大家这个早点休息，然后把这些收上来的东西该教的交给这个老师，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组的这些都弄好。这丢三落四，手机都不带。
你别管那个了，先回去把书包什么手机拿上，咱先吃饭去。哎，手机给我，给你放旁边，手机拔了。放旁边，特别好。走吧。马子乔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最后再想一遍，身份证、手机、钱包都带了。走。同学们，我问大家个问题啊，咱们现在看到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干支斗龙毛，那你们告诉我这条渠是什么渠？首先，我们参观防护林，了解其功能和作用。然后我们要以组为单位，测定林带不同位置的风速，测量树木株高和胸径。好像有水滴打在脸上。下雨了，我就跟你说了，还说树上的事儿。啊，不要。0.33到0.44之间，那么这个防护林是有具有最好的这个防虫效应。2米52×3米27就是它的灌幅。咱们现在分下组吧，分下组，然后确定一个小组长。啊，每个小组长出来一下，来我这儿。组长，啊，放好工具，不能损坏工具啊。雨中测量开始。拿这个。问一个问题，这颗两边各死了两颗是怎么量？怎么量？啊？两边都是死两颗，怎么量？没事，这个到那个应该是什么？20分米这一组，11米，20厘米，11米，20厘米，拿走，拿着，等我那绕了，把伞收了吧，拿小手别压着它。86，88，你怎么量的？记录，我记录吧，我记录。那他记录，把本儿给他。你来管东西，我干什么？这是第二颗是吗？这两个不是不好用吗？那带距什么呀？带宽。不知道，你去问问。咱先得把这量出来。两树之间的宽是，对，这个距离是哪个呀？这个朱杭距吗？朱杭距是这个是吧？你看中间死了一棵是吧？这不是还有棵树吗？死了一棵你就不要量这个，你可以量下面两棵。来，我给你打上。这段你是身高是一米六吧？1米58。哎，那什么，这儿是多少？哎呀，失误，标错，改一下。我要怎么把它绕一圈啊？别走啊！这么绕一圈，记着我的手，哥，小心树枝啊！啊，这树枝太长了，我是小心你别滑手。我来，48不到48，拉直了。啊，多少？我是三点五，我是三点六，不，那个山不写。我天哪，我这要走多远啊？哦，不用，这棵树已经量过了，是17.6好像是。咱们这个做错了啊。
打伞了好。哎，我拿不了，你拿。打伞。二白杨，二白色的白，杨树的杨。结了以后，它不就是？看那整。嗯，找平找平的一点。这边有一根两根树枝，你把那个松。大炮儿。接着到咱们这个。这个怎么办？啊？完蛋了，你给蹬出来了。让我给蹬出来。对，再拆一次。把它拆了。你这坏了。哎，没有没有，你可以汽车，你稍微那什么。好。那过来，你到这边了，你到这边了。连树都没有够到。万一不要往那边蹬了，行不行？去，那你去再找个人弄一下。旁边，旁边弄。旁边弄。哎，你弄哪两棵树？这刚到的不是这棵树吗？你得去弄这棵树。没有，行距两，咱们按这个算的行好吗？那36肯定不对。有差那么多吗？他的胸径又不是他的那个什么周长，周不是算周长，当然不是算周长了。哎，咱们就得用这，因为第一个没有，第一行不要找，第一行咱们那个人就那个就好。这算是我们团队第一次这么默契的配合着干了好多事儿，其他的时候都属于我和室友在一起，其他三个男生在一起。一开始认为好像根本就配合不起来，然后活动进行不下去，或者说没法跟他们沟通，但其实想比想象的要顺利多了。协力是那个是那个到那个玉米田那叫什么？还要从这棵到那边农作物的。你这是测的西面的。对，东边的你还没测了。啊，东边。后边怎么没人瞪着呀？啊，站住了啊 ！OK， 拿住这儿，千万拿住。OK， 我拿着。别抻，别抻。好，拿住了。你别插着不准，你两个手一手拿一边拿住了。好的。你再拿不准。你顺着往前走，如果有力，你别靠着往前走。去七号点读书，拿脚踩好，两个脚都踩上去。踩好了吗？对，读书。十九米三，加过来。OK。长，哎，别使劲，把这个长，把我这把它长出来一点，把它竖进去，然后把它弄个那个宽的，弄个哪个宽车？老师就这几圈嘛。这几个，他当时全都弹出来了，然后我们用完之后又往后拆的，嗯，所以当时特麻烦。我这一层揪出来，彻底揪出来，嚯，对，揪出来以后重新往回一收齿就完事儿。那现在这是不对的，那这个的话定往外的全都得弹出来。每一次遇到的困难都是对你的一个考验。你们越快越能经得起考验。快，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再下午？看这云彩起下了。正经。Yes。脚尺不够。OK。大神修好了。OK， 太好了。老师，我们这有困难。嗯。成功情况。嗯。现在我们二号和三号，应该是九颗嘛？我们一共是九颗。嗯。十米是三个。不是，它这一共是八行，每一行是三颗。八行的话应该是24颗，你这空的啥意思吧？我们这是一号、二号，是一二三四，这么着弄。我这个是行数吗？你没看到？行数这儿列的第一行三棵树，第二行三棵树。嗯，再写吧。嗯，再写吧。嗯，再写吧。行。嗯嗯啊。哎。估计包。啊，写错了。行，咱们以这个为标准重新记一次。哎呀，来拿着。先把这个咱们粮食的酒啊，该抄的抄好了，然后重新写一次。我们这边已经全员负伤了。我觉得今天上午的活动挺好玩的，可以感受到就是同伴之间就是必须得团结，然后要懂得分工。就我们一开始就是没有分工，然后就一拥而上，一起的那块围着一棵树转，然后就特别乱。然后就我问了一下老师，然后发现其他组做的都特别快，那个时候已经弄完了3-4棵树，我们一棵树还没有弄完。因为我们就开始分工，就改变了方法，
就等我们做完的时候，然后再一问老师，就发现我们组最快了。啊，王若涵跟那个谁，你们俩就聊了分镜。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哎，对，你拿着这个，把那个笔芯拿出来，然后就对着咱们两，除了前面的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然后其他的你就拿着这个笔，算了吧，你就跟第一棵树对比，高了你就加多少，短了你就交。减多少，对吧？嗯，你拿。我把那灯掏出来，还在下哎。这个纸要湿了就完了。然后第三棵树的带宽，不是第三棵，就第三组树的带宽是那个31.8，6.98，0.28，7.37。第五棵树是19.7，哦，太棒了，没了。俺大哥每天都在玩相机，还录像。我来救你了！看，这就是我们的，虽然有一点乱，只不过我们都填上了。上午的测量任务对同学们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测量本身就有难度，加上下着雨，地上泥泞难走，不便操作，树林里一不小心还会被树枝划伤。但是更大的挑战还是队友之间的分工协作，我们看到每个小组都在分工协作这个问题上走了点弯路，但是同学们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并马上调整，虽然看起来并不那么顺利，但结果还都算完美。因为在这样的活动中，到底谁快谁慢，谁的成绩最好，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学习如何分工协作、提高效率，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成长的契机，也是这次活动的主旨。好了，上午的活动就到这里，不要走开，精彩继续。这里是沙林中心第二实验部，今天的自助午餐活动在这里进行。今天应该挺好玩的，因为就是中午有做饭什么之类的，所以一天还挺好玩的。我对这次做饭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在家里边也不是经常做饭，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做饭。然后在做饭方面我可能就不是很擅长，不过像比较简单一些的还能够勉强就能完成。我就是对做饭这一块之类的比较感兴趣，因为平时自己做的比较多，比如说大家想吃什么菜，只要有材料我都会做。我开始做我的拿手好菜了。咱们先把这皮削了吧，天哪，太难削了！我好不容易找到技巧了，不要打扰我。怎么不这么削的？那怎么削啊？左边放的，天哪，不应该是这看着我光给削啊？你来削吧，还是阶级的任务。咱们组怎么少了一个鸡蛋呢？这儿。别吃了，四个鸡蛋，我去。张若云着急，从我手中夺过鸡蛋，自己来打。我心里虽然高兴。我那个黄瓜要用吗？那我拿走吃了。还有一只。
可能一个组的同学就是想做饭太心急了吧，然后呢就想一个人感觉他一个人可能工作起来比较快，所以他就不是很想让别人去动，想自己弄，然后就可能会让别人不太高兴。比如说我也想打个鸡蛋，他在那拼命的往里放，然后把我的鸡蛋抢走去打鸡蛋之类的，就是这些，反正就是一些小事儿吧，就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我就觉得我跟他这么好，他我就觉得他怎么还有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太着急了，因为每个组可能都在互相比嘛，所以他就想快点弄，因为每一个人自己干一件事可能比较快，如果配合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摩擦，他也是心急，也没有什么大错。其实当时也这么想的，但是心里还是过不去那道坎儿。不管我，我要再看到，再看到，脸。还有吗？没有。特别好。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去刷了个锅，然后回来，我就怎么叫他，他都不愿意过来。吴声宇。就是。本来发生了件事之后，我一直在调整状态，调整状态，调整状态，想自己待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之后我就又和就是没太管这件事，然后之后又和他一起去做饭，然后可能就是那些男生也淘气吧，也不是有意的，然后就把矛盾激化了，可能。本来就没事。哦哟，来了，咽进去，千万不要吐出来，咽进去，千万不要吐出来，加油，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我水，停，谁带水了？你们这个大爷，你不知道有多咸，这加醋哪有加酱油的？开始做的太帅了。哦，这是你要做麻辣烫是吧？对，怎么着？炸薯条算了就算了。我又不是炸薯条啊。炸醋溜。只不过我不会切得更细了。你现在要做什么？你把这放进去。先试。买放进去，扔进去，对，确定，确定。我来，我来，帮忙，帮忙，帮忙。你淡定一会儿。厉害，你平时做菜吗？做。你能？你是你我在这个店里，我敢。停！赶紧倒，没事，别吵，别闹无所谓。我怕倒多了。再倒点儿，我也想加辣椒，往里加一点辣椒面。一会儿炒啊炒啊炒啊！什么时
好。我就加点水吧。对，你去拿水。有人来加点水吗？不然他就粘住了。看这样子。能加水吗？里边油。可以。可以啊。可以。我觉得这挺好的。哪有碗？我告诉你，我的配方绝对没有问题。这样吧，只不过你重新做吧，这些都给我们了。这个不像是我们削的，它是我们炒的。你得了，也是我们得了，锅也是我们刷的，需要它就给我们了，你们再做一个吧。滚！我提供土豆。滚！这不像是生抽，这应该是酱油。生抽不是这个颜色的。他们告诉我这是生抽。再浇。我告诉你，我的配方绝对没有问题。哎，掉下去了。没事，没事，没事。再拿一个鸡蛋吧。还没弄完，把弄干净了。弄干净，我刷锅去。这个。啊，你也信？这谁的锅？别拿我的饭。你拿过来了。其实是我。基本没惹他们什么事。他情况开始不妙。他们竟然说我切的土豆丝跟我没关系了。我不相信那群男生做的会很好吃。尝尝你的配方的菜吗？不要。他没有勇气。如果做的好就是我做的，如果做的不好就是便便做的。都是我们干的。料是我放的，对不对？不对。对不对？又倒了一个醋，还倒错地儿了，倒完还不炒，你倒了你就倒了。他们不让我炒，是我不炒吗？还不炒，我们都没动。当时铲子就插在旁边，你就背在那倒这个酱油上，把销魂的姿势倒完了还。那我觉得还可以的。油加多了，看你就干这点事还加多了。吃赶紧这碗饭吧，我不想吃。就是我很精心的准备一个菜，比如说切土豆啊，然后放料放油什么的，他们还是会嫌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最可气的是，就是端上那个菜之后，他们说不是我做的，是另一个男生做的，然后我心里就特别不好受，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付出了很多。因为我切那土豆的确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另一个组的女生嫌我切的时间太长了，她们没法用那个刀，反正就是费了很多功夫吧，然后最后竟然成果不是自己的。我就在这待着，你们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说呀，我哪做的不好？嗯，没错。那那群男生呢？也没错。都还说你漂亮。反正也变上横字，也跟我没关系。对啊，那是你配的料吗？挺好吃的。哎，那我做那么多菜，他们不一直在旁边掺和吗？那烧烤不也挺好吃的吗？那也不是。他们多棒啊，什么都没干。哎呦。这边反正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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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莹剔透的薯条我早已喝过。怎么样？ Yes Yes 超好吃。找块炸的土豆啊，你尝尝。对呀、啊、试试试试这个，你尝尝。给他一个，试试那个，尝尝，挺好吃的。陆三吃上尝尝嘛。没有人说你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室友做的还是挺好的，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之后呢，他就主动来找我，然后问我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还认错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并没有怪他，其实就是想自己调整一下心态。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沟通起来挺舒服让人挺好受的一个朋友。而且仔细想想真的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开个玩笑啊，朋友间关系好，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没有在意这件事。后来那些男生也问我，你咋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就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挺关心我的，然后他们自己可能也挺委屈的，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哎，卢星宇总算想明白了，问题啊也就算解决了。这故事还真是一波三折呀，想想看的确是挺失落的。
人家信心满满的热情投入，使出浑身解数要做出一道人见人夸的拿手好菜，结果呀却被这帮淘气的男生一顿数落，并且胜利果实也被窃取，这跟最初的期望完全不一样啊，那搁谁也会不高兴的。不过不打不相识，冲突过后，卢星宇和室友的关系却更加亲密了，跟男生们之间也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在后面几天，你还会看到发生在他们之间更加感人的故事呢。好了，活动继续，精彩不断，大家接着往下看。下午我们来到生态站，了解生态定位站的意义和作用，看到许多精密的仪器，测风向风速等，这些仪器的设计充满了智慧。今天又认识了几种植物，特别扎，大头萝卜扎着，特别扎嘛，谁不听话就是。要不要吃一个？把这发一下。这能吃？能吃。这沙漠里有些芥末味。这就是它的种子，种子上面看见了。嗯。Wait。那妹妹。你看它的种子很有特点。三把。有三个的，有四个叶的。这个是90度一个夹角，发现没有？嗯。霸王。最有趣的是摘沙棘，据说这种酸酸甜甜的小果子具有非常神奇的保健功效，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摘了好多。讲一下这个沙棘。太多了。同学们各自用相机、手机记录下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哇，照片不错。当时在那个观测气象那个地方照的。是。当时正好光下什么？你平时就喜欢拍照是吗？不是。今天下面太有感觉了。你别扭过了，老师在扭啊。谁帽子没拿呀？那个不是车，帽子不要了。他不要他帽子。活动地是丰富多彩、充满挑战的一天。重在谈了，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同学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一起期待。好了，今天的就到这里。